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环球透视。你好，我是杨宇希。你好，我是李冠贤。今天的环球话题，我们邀请了农业及农技工业部副部长 YB 沈志勤来跟我们谈非洲猪瘟这个课题。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看一下国际间有什么大事件。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36岁生日。生日快乐。可是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他似乎并没有这个过生日的闲情啊。他在昨天下午就搭乘火车从平壤出发前往中国北京，或许他是去要生日礼物的呢。不过言归正传，上任还不到一年，他就已经第四次访问中国了，这在国际外交上是真的非常罕见啊！又恰逢美朝半岛去核谈判以及中美贸易谈判都处在一个非常敏感还有很关键的时刻，所以引起的关注特别的大。一列绿色的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火车站内。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这列火车上坐着的正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正在准备展开他自去年3月份至今第四次的访华行程。而这消息也在今天获得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官方媒体的证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金正恩携带夫人从昨天开始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华活动。有分析指出，金正恩在这个时间点上访华，不外乎是为了下一次的特金会做准备，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再次进行会谈。而关注无核化进程的可不只有美朝两国而已。金正恩委员长의중국방문이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와한구적평화정착에기여하기를기대합니다남북북중북미간교류가서로선순환해서하나의관계발전이다른관계의진전을이끌어냈으면합니다특히김정은위원장의4차방중이2차북미정상회담으로가는디딤돌이되기를희망합니다金正恩在刚刚过去的新年讲话中表示，已经准备好随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以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共同目标。他还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对朝鲜实施制裁和施压，他也许会寻求另一条道路，似乎以隐晦的方式威胁美国，朝鲜将会更加靠向中国。金正恩和特朗普去年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历史性的会晤，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展开谈话。当时就有分析指出，美朝双方领导人的会面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果不其然，针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双方只签署了一项简单的声明，其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时间进程，甚至没有任何用以核实无核化过程的机制。美朝双方也没有实践诺言。朝鲜在去年12月份被发现并没有彻底放弃核武实验。而美国方面，虽然特朗普才在上个星期展示自己和金正恩关系友好，可是却一直没有消停对朝鲜实施的制裁，这让朝鲜感到非常不满。这一次金正恩四度访华，或许是想在第二次的特金会前先和北京协调立场，争取更大的利益。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谈判的关键时刻主动邀请了金正恩到访，引起了揣测，认为中国希望借此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中国政府因为新疆在教育营事件而不断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为了让大家向大家证明中国政府没有不人道的对待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上个星期竟然罕见的允许一些外国媒体进入所谓的这个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里头采访了。不过整个采访过程啊，都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严密监督下进行，因此媒体眼睛看到的到底能不能代表事实的真相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继之前对外公布新疆在教育营的内部画面之后，中国政府在刚过的4号干脆组织了外国记者采访团，让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少数外国记者进入当地3所分别位于新疆喀什、
和田和墨玉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实地采访。不过所谓的采访团全程都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严密监督下进行，而且只允许记者们进入特定的课室采访，场面明显也都事先安排好。维吾尔族学生载歌载舞，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一些学生同意在官员的陪同下接受记者的采访。所有的受访者都说自己是因为思想问题而自愿前来培训中心。我们的民警通过跟我谈话，你是为了国家法律，然后推荐给我移居那种一所学校，然后我跟家人商量以后在这申请志愿来的。你是犯了什么罪呢？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将军人员讲的一些言论，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学习情况，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哎，刚好政府有党和政府举全国财力免费为我们提供这种学校，我们说这是党和政府在关心我们，我们自愿来的，所以根本就对人权这种方面没有那种全都很自由。口吻一致的回答，没有不人道对待，更加没有强迫关押。记者还在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参观了烹饪、绘画、美发等等课程，以及学生的宿舍和食堂。有学生表示，他们在达到一定的汉语水平、去极端化和法律知识之后才可以毕业。他们在教育营内吃得到清真食物，也可以和家人通电话，但没有手机。我们是这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学习，我们这里就是我们不需要手机，我们如果我们就是什么时候想给家人打电话，就是我们宿舍或者我们我妹妹生有我们给安排就是电话，还有我们这里如果我们带手机的话，就是可能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这里不用带手机。不过同属维吾尔族，目前流亡台湾的中国前六四民运领袖乌尔开西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国政府刻意安排的公关秀。When Chinese government organizes a trip for the journalists, domestic or foreign, often that's what they want to present, and then to cover what they have been lying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these days, which is a mass concentration against people's will.最近还有外国媒体接连报道，中共对维吾尔家庭采取结对认亲的政策。所谓的结对认亲，就是要求中共的各级干部自带行李住进维族人的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也对国际社会放话，只要遵守适当的旅行手续，中国政府欢迎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各方亲自到访新疆。最近的中国真的是蜡烛多头烧啊，除了中美贸易战，还有扩散的这个非洲猪瘟疫情等待着控制。是，中国是世界养猪业和猪肉消费大国，随着中国的非洲猪瘟蔓延，会对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国猪农声声诉求，希望政府能全面禁止进口猪肉产品，做得到吗？广告回来，我们直接请教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 YB 沈志勤，别走开。2018年八月，中国爆出非洲猪瘟疫情，各国各地区全面戒备，尤其中国隔邻的地区如香港和台湾，政府都下令严惩带中国猪肉制品的入境者，防止疫情蔓延。
入境台湾犯规带猪肉制品，可面对最低罚款20万台币，也就是相当于大约26000多马币；最高可罚至100万台币，也就是相当于大约13万马币。在澳洲，最高可罚款42万澳元，也就是相当于大约123万马币，甚至还有可能面对10年的有期徒刑。叫人闻风丧胆的非洲猪瘟打击了疫区养猪业，而马来西亚要如何防范呢？是，现在说到非洲猪瘟这四个字啊，很多人都闻之色变。这已经不是中国、香港还有台湾的事情，还是其他亚洲国家紧绷神经看待的事情啊。去年八月的时候，中国失守了，非洲猪瘟迅速的蔓延到21个省市，有超过60万头猪只被扑杀，非洲猪瘟宣告侵入亚洲国家了。那这一波疫情，我们又如何防止？政府又有什么措施呢？是，所有疑问我们就直接请教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外币沈志奇。来，我们解答，欢迎外币。Hello，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非洲猪瘟其实也不止在中国蔓延，在去年非洲猪瘟阴影笼罩，也笼罩这个的欧洲各国。疫情从俄罗斯到东欧国家，蔓延到比利时都有。那专家甚至估计在一年之内呢，这个猪瘟病毒可能会在美国出现。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正在严谨的把关，比如说像是日本啊、台湾啊、韩国、泰国等等，都在严防这个非洲猪瘟扩散啊，尤其在中国。和中国只有一水之隔的这个台湾，他们可以说是加强了这个入境的防备。那之前就有一名我国的游客在入境台湾的时候，带了2块炸鸡，结果被查获违反了当地的这个条例，是被罚了4000多令吉。那今天就问问 YB 海外对猪瘟这个警戒是非常高的。那我国在警戒、在戒备这方面呢，又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谢谢。基本上马来西亚对这个非洲猪瘟是高度的关注。比如说我们在八月，当我们中国开始爆发这个非洲猪瘟的时候，过了几个礼拜，就是在9月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部还有这个我们的 DPS， 我们的已经开始就颁布第一波的禁令，就是禁止了所有的生猪跟冷冻猪来的进入马来西亚，中国的生猪对跟冷冻猪我们已经 ban 了，所以呢，这个是比很多国家都快的。然后呢，在如果这些新闻刚才所提到的，包括一些游客进到韩国、台湾等等，那个是在12月圣诞节前后一两天，就是说那个有关当局他们查到一些制成品都有这个非洲猪瘟的 virus。对。其实呢，我们在11月12号就已经禁止这些 processed food 了，就是说这些已经 processed 了的食物呢，已经是不可以 import 进来马来西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很多国家都快一点点啊，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当时只是影响生猪跟冷冻猪，对制成品其实呢，制成品加工或者是有经过加热的那个。这 process 过后呢，基本上是不会存在这些这个 virus 的，所以呢，当时很多国家都没有禁止，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到，这些国家才发现，原来是也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在马来西亚已经前一步，提早一步。去支持了。不过，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病毒是很这个威力是可大可小的。可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它，其实它的杀伤力可以去到多广？比如说，刚刚 YB 有提到说，它可能可以逗留多久在那个制成品上面？其实它对人体啊，对养猪业这方面，其实它的伤害波及的程度会有多大？首先，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解释，就是它对人体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以目前为止的情况，是不会影响。对大家一直以为那个很怕，就是因为以前。利百病毒会传染人，甚至这个非洲猪瘟是不会传染人，但是它可以传染给猪只。这些猪只呢，它其实它的 mortality 可以 up to 100%， 就是它那个死亡率会达到几乎100%，可能会达到。OK， 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呢，就导致这个疫情扩散的很快。所以呢，但是呢，要大家放心，就是对人体是没有
影响的。嗯，但是以前来讲，我国的国严谨嘛，防疫方面其实又做了哪些努力呢？其实我们也是防疫的，就比如说我们颁布禁令，很快的就比其他的国家更快的颁布禁令。嗯，那个是这是很重要的。嗯，对。啊，基本上马来西亚我们的主要我们进口猪肉不多。OK， 因为我们的 self sustainable level 呢是已经达到93-94%，我们进口只是7%左右的这个猪肉、生猪肉一些制成品，比如说午餐肉啦，这个辣味啦，或者是 sausage 啊，腊肠、香肠等等，这就是这些。然后呢，我们也从很多不同的国家进口猪肉，所以包括欧洲啊，比如西班牙啦、波兰啦、Belgium 啊，这个德国啦，那些是欧洲国家，这个邻近的这个亚洲国家，我们基本上是从这个泰国啊，或者是越南，然后一些中国，所以只当中国发生猪瘟之后呢，我们禁止了，然后我们还那些其他 supply 呢，那些国家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从那一些国家。来进口猪肉，可是外边好像看到国内的这个禽畜业联合总会，他们最近有质疑说，我们国的这个检疫当局对入口的猪肉产品只是一个抽样的调查，然后他们觉得只是取一两个样本，而不是每一件物品都去仔细的检查。那这个我国的把关行动是不是能够做到滴水不漏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基本上我很同情这些猪农或者是养猪业者的朋友们，他们。担心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因为经过利百病毒之后呢，大家那个担心，慌慌对他们会担心，他们也经过那惨痛的经历，所以当我是农业部的副部长，所以我也是非常的同情，也是非常的谨慎。然后我也一直给我们的这个 KB， 我们的多邦阿拉这个总监兽医局的总监呢给了很多的这个一直加强沟通，然后一直有给他这个指示。我们把关方面呢是根据国际的标准，几乎不可能当然我们是一定是抽样的，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去做百分百的事情的，是啊，因为那个整个 testing 它需要时间，它也是必须要耗费人力时间，耗费时间还有这那个时间检查所以通常都是检验，都是抽样去，这个是符合国际水平跟水准去做，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子做的。可是到现在一个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马来西亚国人在这方面的警惕好像看起来相当的不够敏感，比较安逸一点。对，我们但是要居安思维，很少居安思危。可是好像我身边有朋友刚从台湾回来，他们在入境台湾之前，就好像有一波一波的那种宣导，然后包括当地人也在热烈的讨论，那又防范这个非洲猪瘟，也防范禁止带任何的物品，就是有关猪肉。制成品进入入境台湾，但是他们回到马来西亚之后，感觉怎么马来西亚这个宣导工作是零的，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哇，这个东西很遥远啊，跟我们自己对。那这个猪肉都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每天会吃进肚子的东西 ，YB 大众在这个警惕这方面应该要怎么样去提升呢？我们通过很多管道的去劝请游客，或者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游客啊，去中国旅行的，或者是去一些欧洲旅行的，第一不要去这个农场，猪农的农养猪的农场。如果要回来的话，他必须 quarantine 7天 ，OK？ 他不可以就是要接触猪。如果他们去 visit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在一些把关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机场那边有开始就说有去认真的 scanning， 然后一些。食物我们就会充公等等，这个是都是有去做的东西。至于说宣导铺天盖地的，我觉得台湾的可能他们是很接近中国，而且他们可能大量引进中国的猪肉，所以他们有必要这样子做。在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已经那个工作已经很早就开始，就是首先就是制止他们，然后呢。在这个一些就是在我们的机场啊进入口处已经开始去执行这些工作，所以可能进入我国的一些食物其实现在也是高度的在警惕，就是没有让太多人太容易把食物带进来马来西亚了。对，可能民众也要有自己一个自觉，对，不能够带任何的。我们必须要一个想法，就是我需要
全大家的配合，它并不是说只是政府的工作，然后游客还是带着东西回来，明明知道有猪瘟了还去这些地方买那些 猪肉制成品啊，肉丝啦、啊、肉干啦、啊、辣味还带回来马来西亚，这样是不这样就这个防疫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是必须全民提高警觉，然后大家合作，这样我们才可以成功应战。其实公众觉醒很重要，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刚刚 YB 有提到的利百病毒，那自然不能再让这个悲剧重演嘛。其实也因为这样，我国的禽畜联合总会呢，对于非洲猪瘟蔓延非常的紧张了。是的，他们就要求政府全面的去禁止入口所有外国的猪肉和猪肉制品。对，到底这可不可行呢？还有，如果疫情真的在我国爆发的话，我们是不是又已经有一套防范机制来应对了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有 YB 沈志勤给我们解答。非洲猪瘟上个世纪在非洲肯亚发现，之后再扩散至欧洲和美洲等等国家。2018年，中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也是非洲猪瘟首次进入亚洲。猪只感染的症状包括高烧、耳朵发红、腹部和腿部发红、腹泻。染病的猪会在6到13天内死亡。非洲猪瘟死亡率高达100%，目前还没有能够预防和治疗的疫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人类不会感染非洲猪瘟，但非洲猪瘟会进一步的打击养猪业和粮食业，带来经济巨大损失。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更指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生猪养殖国和猪肉消费国，一旦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将为粮食安全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欢迎继续环球话题，现场依然有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 YB 沈志勤。接着部长还是要跟我们谈谈开始在全球部分国家蔓延的猪瘟这个课题了。是，那虽然农业部啊在中国爆发这个疫情之后呢，已经在去年9月的时候禁止包括啊中国等等6个国家的生猪肉入口了，后来也扩大禁止中国进口的这部分的猪肉产品，包括啊香肠的肠衣啦、切片猪肉啊、烟熏火腿、猪肉罐头等等。但是本地的猪农觉得好像还不是很够这样子。我们从刚刚的视频看到了猪瘟的这个杀伤力和广大的影响层面，很可怕。猪农肯定是会紧张啊，又会担心，都是一个很合乎常理的啦一个情况。我国的这个禽畜业联合总会昨天就跟一般猪农和业者就召开了一项记者会，希望政府可以落实100%的全面禁止进口猪肉产品到我国，尤其是中国附近的国家，好像是越南等等嘛。那 YB 啊，其实全面禁止所有猪肉产品来我国，这个可行吗？我们马来西亚呢，我们可以我们要禁止一个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入口任何产品呢，我们必须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格。所以呢，当那个国如果那个国家是有爆发猪瘟，这样我们就有100%的合情合理的去禁止它的这个生猪或者是猪肉产品进来马来西亚。但是如果那个国家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说越南，比如说越南现在是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禁止它的话，它就可以complain 去，它会可以向 WTO 投诉。投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回答，answer 为什么你禁我的产品？对，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随便的去制止人家的话呢，别人也是可以同样的方这样子对付我们，他们可能会采取另外一种 retaliation， 就是他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报复。但是我完全了解大家猪农的担心，所以我已经我们会考虑，我们会去在这个条例的在这个整个 WTO 的框架底下呢想办法，这个我们会研究啊，在近期内研究。
是，但是其实大家就会疑惑说，哎，像我国国内的这个猪肉供应已经达到刚YB有提到93%到94%了嘛，几乎。那如果全面禁止进口的话，其实也不会供不应求。像沙拉越最近的这个兽医局，他在上个月底已经明确禁止一切啊猪肉还有猪肉类的产品就是进口我国。我们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了。其实那会不会这样子，别人可能其他也会想要说，那我也效仿沙拉越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这样子是可行的嘛？这个是这个颁布禁令是兽医局的权利啊，然后呢，兽医局是这个就是农业部的这个管辖之内之下的。沙拉越的情况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其实自供自足的，其实他们还很多猪肉可以 export 去给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根本不需要其他的进口。啊，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也我觉得 Sara case 并不是一个代表啦，然后呢，其实呢，这个权限是在这个农业部的，明白？是。其实猪农有要求滴水不漏的把关，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大家可能还印象深刻，在1999年的这个利百病毒的爆发，在国内很多猪农，他们绝对到现在还隐隐作痛啊，那个心，因为当年可以说是很多人自己的一个事业就这样子利百病毒的来临而毁于一旦了，所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情。虽然这一次的猪瘟不是在本土爆发啦，但是如果一旦病毒开始在我国蔓延的话，其实会不会让人担心说，哎，利百病毒会不会又再重演？其实那个可怕的程度会重演吗？你觉得还是根本不能比较？我们不要 speculate 这些事情。然后其实呢，这个兽医局是 very competitive 的，就是在管理这个一些疫情爆发等等，都是有那个很好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作业程序来去控制这个疫情。我们从很多的各种的疫情方面都看得出，他们其实都是有办法去做好这些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恐慌。对对的，不要太恐慌，不要把它已经已经到了吗？明天到了会怎样子办？其实我们农业部也是有做好这些 plannings 的。是，那说起来，其实年关也快到了嘛，所以大家会担心也是正常的，因为你过年嘛，大家就会进年货，但是猪年却发生猪瘟，很多华人都吃猪肉嘛。那其实，在购买年货的时候，大家要怎么选择呢？那针对这一点，我们在环球透视的脸书啊，就做了一项调查，我们问问观众会不会因为非洲猪瘟扩散而减少购买猪肉制品。调查的结果是76%的人认为说，会暂时停止购买猪肉的制品啦。一方面保护猪农，也保护家人的健康，所以其实YB减少购买猪肉制成品，这是一个适合的做法吗？还是其实还有更好的方式？其实只要是本地的猪肉是可以放心的去吃，放心的去买，因为基本上呢，这一些都是没有受感染的。至于进口的也是没有感染，也没有受到感染，因为进来的我们已经做过检查是没有受到感染，所以大概可以尽量的放心去吃啊。然后呢在这个年关的时候呢不需要去紧张或者是这样子，这个是猪年嘛，所以要欢欢喜喜迎接猪年的意思吗？可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消费人会不会在猪年的时候吃到贵猪啊？基本上我跟这个我已经叫了兽医局的这个官员给我一个调查，基本上他们调查出来呢，基本上我们马来西亚的猪肉呢的价格都很稳定，然后呢甚至有下跌的趋势，比如说在10月的时候，在 farm gate 呢，就是 ex farm price， 就是在农场的价格，一个 kg 的猪肉呢是7.25块。11月跌到7.2块，12月跌到7块，最新的是6.55块。所以其实价格都在跌啊。然后呢，在这个其他的那些已经在市场上的哈嘎巴沙湾这个瘦肉，11月、12月都是维持在17块，一整年大概都维持在17块，有时16块，但是基本上是17块。反而是下跌的这个。对呀，我们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呢，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去审核一下，就是说，大概去年呢，对这个新年前后的这个需求呢，大概是需要16个单 metric 单，
然后呢，我们的 supply 有到24个 metric ton。24千就是24000 metric ton，需求只有16000 metric ton，所以其实都够足够的，所以我不觉得生猪肉或者猪肉会涨价。如果猪肉涨价的话呢，我觉得是有这个一些价格操纵啊之类，那时我们反而要去叫猫少部去调查这个事情。是不少观众说一些就是民众留言说，哎，其实过年一次，就过年嘛，就是吃猪肉一年一次，吃肉干一年一次。大概所有的农场他们都知道这一个时间需求量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 plan。然后他们那些猪肉啊，都是会有在这一段时间供应的，甚至也还是有冷藏的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足够的。明白。所以民众也不用太担心吃到贵猪了，大家还是可以平常心一起欢欢喜喜迎接新年了。那现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着零非洲猪瘟的病例，所以很重要，真的不要恐慌啊，也不要散播谣言了。当然，一切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啊，还有农业部等等发出的声明作为一个标准。但是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了哈。做好防范的措施，不要擅自带肉制品进出国啊，照顾个人卫生还有环境卫生也很重要，因为病毒一旦入侵呢，蔓延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YB 沈之勤特别到环球透视来为我们讲解我国这个在控制非洲猪瘟的努力，还有一个现况零病例，我们希望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今天谢谢 YB， 谢谢大家，感谢收看今天的环球透视，我是冠贤，我是于希，环球透视明天再见，晚安。